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看这个视频绝对不能暂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这期视频是一个不要暂停挑战，也就是只要暂停或者回放的视频，哪怕一秒都算失败。所以要认真观看视频里的每一个画面，否则一不小心可能就错过了通关成功的机会。那么废话少说，第一关，三、二、一。有的人可能失败了，但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一次点赞复活的机会。那么地狱难度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喝了一瓶奶，没过多久，你便娇娇弱弱地说：“肚肚好痛痛。”你轻轻地揉了一下，打了个奶嗝，眼里挂着泪珠，委屈道：“肚肚还是好痛哦。”霸总邪魅一笑道：“宝贝，我给你揉揉。”揉着揉着，你突然一抖，噗一下，放了个奶屁。你双目垂泪，乳然若泣，弱弱地说：“我可以去拉臭臭吗？”霸总邪魅一笑，大手一挥，把你抱起，走向厕所。你羞红着小脸，小声叫嚷着疼。霸总一脸心疼地望着你，沉思良久。最后，霸总抬起你小巧的屁股，轻轻吮吸着。终于不负众望，把你的奶屎吸了出来。霸总咂咂嘴，不愧是我的宝贝，奶屎也是香香甜甜的。看到这里，成功通过的观众将获得最强大脑奖章，请发送评论领取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